报名数了哦。辣面包，这辣面包好吃，但是真的是蛮辣的，淡奶酷。对吗？嗯。然后那个好像是那个传统面包。哎，里面有那个，那个是什么？坚果的那个南瓜子，面包没有汤汁，没有酱汁，然后还有奶油、坚果，然后鲜奶，还有一个无糖的那个不是吗？对。无糖的豆浆，那个是什么？应该是果酱，还是果酱、橘子酱之类的。这里的水是用那个山泉水，然后还有那个煮蛋，煮蛋汁，然后它都会放在下面那个这里。要带大家看一个非常非常这边非常厉害的一个风景。三、二、一，这里根本就是网美必收的这个拍照景点嘛，非常非常的美。这棵树啊，哇，觉得很神奇，是一棵神奇的树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坐在对面，我坐在这个对面，坐在这里，然后我就看，看这个，好多鸟都飞到这个树里面哎。这个就是兔子的家，然后这个是爱丽丝的兔兔，在这里，很可爱的设计。沿着这一条小路骑进来，开车开进来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停车棚。沿着这一条路走进去，人生或许就这么一次而已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你能不能开心一点？假笑什么了？不笑。我们现在来挑战，就是我，我比较来说我们要干嘛？我不知道要干嘛。
但是要我配合，我就干嘛？被虐待啊，长期被虐，期末期大。